香港金像奖最大赢家，两岸最佳。许鞍华导演《左》的《明月几时有》是本届香港金像奖最大赢家。资料照。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所有的奖名单出炉，《明月几时有》勇夺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，最佳男主角则由古天乐击败刘德华夺下，最佳女主角是毛舜筠。而去年在金马奖大放异彩的国片《大佛普拉斯》则拿下最佳两岸华语电影奖。明月几时有连获最佳电影、最佳导演、最佳女配角、最佳原创电影音乐、最佳美术指导等五奖，深获评审肯定，成为大赢家。其中夺得最佳导演的许鞍华更是第六次荣获香港金像奖最佳导演，也是获奖次数最多的导演。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得奖名单如下：最佳电影《明月几时有》，最佳导演许鞍华《明月几时有》，最佳编剧张艾嘉由小影《相爱相亲》，最佳男主角古天乐《杀破狼》《贪狼》，最佳女主角毛舜筠《黄金花》，最佳男配角姜浩文《拆弹专家》，最佳女配角叶和娴《明月几时有》。最佳新人林文龙《黄金花》，新晋导演蒋彭秀慧《29+1》，最佳摄影关智扰《追龙》，最佳剪接李佳荣《追龙》，最佳动作设计《洪金宝》《杀破狼》《贪狼》，最佳服装造型设计于家安、厉碧君《西游伏妖篇》，最佳美术指导文念中厉国林《明月几时有》。最佳视觉效果黄志亨徐建悟空转，最佳音响效果曾景祥李耀强杀破狼贪狼，最佳原创电影音乐久石让《明月几时有》，最佳原创电影歌曲《没听过的歌》大乐师为爱配乐，专业精神奖 Boring杨荣莲，终身成就蒋楚元，最佳两岸华语电影奖大佛普拉斯。